新闻头一条来看，半个月之前，彰化县警察局接到报案，讲一名少年人伫个县内夜市槟榔摊甲超商，特别针对较无用的摊商，利用玩具千元大钞，用这假钱去买物件或者是耍游戏，让摊商造真钱来骗财。其中至少有八摊商受害，警方透过监视器清查九名嫌犯到案，其中有六名共是未成年。这是半个月之前，夜市摊商去给一名少年囡仔用假钱换真钱，造成真大损失。彰化警方接到通报，透过监视器锁定特定人士，前两天展开搜查，开始拘提这名人。警方表示，这个犯罪集团锁定生意好的时阵，摊商无闲会当检查，用一千块的假钱，让摊商造真钱。警方接到报案，马上组成专案小组，透过监视器锁定九名嫌犯，其中有六名是未成年。那以假乱真，使用玩具千元钞消费购物或玩游戏，而换取真钞来牟利。那经查，本县共有八处的摊商遭受到诈骗。那于本月的十一日执行搜索具体集团成员，一共有九名到案，那其中有六名的未成年的少年，那也查扣犯案的玩具、假钞等相关的证物，那全案依刑法诈欺、行使伪造货币、儿童及少年福利与权益保障法等罪嫌。分别来移送。警方呼吁年关将近，商家甲民众一定要注意假钱的变色，只要透过看一看、摸一摸、转一转，简单三个环节，就当分辨真假。大众新闻，中上中华采访报道。